我就吃你这颗就行。要不要写字？我写字不好看。没事，我把着你写。 是这样吗？这样。古人说的“红袖添香”，就是这样了吧？你写错了，少了一个字。没错。 还是这两个字好看。温少卿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人从容还没过门，你就把人写族谱里，你也不怕人笑话？他说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不知道。叔叔，你坐。你不坐，一人一把椅子。死定了。 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爷爷，我就结这一次婚，当然没有下次了。从容就算了，这个温情和温故又是何方高人啊？哦，对呀，高人谈不上，是我为出事的一双儿女。啊！哎呦，这么快？没有的事，没有的事。哎，少奇，别乱说啊！就是啊，你干嘛从容下来？我没乱说，爷爷。 奶奶，爸妈，说说，这次过年回来，我带着从容，就是想先不一件事。你打算要孩子？你个文少君，你不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同意，因为生孩子得合法，我们打算先结婚。我同意。这可以，好事好事。 咱们温家要四世同堂了，赶快把日子定下来，黄牛也不等人啊！对，咱们啊列一个宴客名单。我粗算了一下，光云云静啊，大概就得20多桌。对呀，要的嘛。哎，对不起。 一双一个终于，一双眼眸，一双手，风刀花，泪染的雪发斜下。温少，我礼再金，恭喜！谢谢。哇，温医生这么得意啊！听说你要摆酒了，什么时候发喜帖啊？ 写好了，给你们亲自送过去。好，9月1号，大家都去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哎，好。干嘛呢？老大，您回来了。我就想来看看，我能跟文君都看那么久啊，看完了吗？ 完了，你眉头一皱，我就害怕。我的论文是很烂吗？那要看跟谁的比。我知道了，我回去重新写。老大，我是不是你教过最差劲的学生啊？ 你翻开论文最后一页，看一看。夫大医之体，欲得成神内侍，望之俨然，宽裕汪汪，不骄不媚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是表述一个德艺兼优的医生该有的风度。 不仅要堂堂正正、内省不疚，还要专心致志、仔细。
惜周详，不以猎取名誉而炫耀自己的才能，懂了吗？懂了。又迷惑了，您到底想说什么？钟震，你可以毕业了。我什么？您再说一遍。你不是我带过最差的学生，你一直都很努力。老大，我爱你。去，你爱我干什么？我也不爱你。你爱我表姐也是一样的。对了，我给你们俩准备了一份结婚贺礼。您呢，刀工了得；我表姐呢，也是打人的一把好手。这本人体损伤程度鉴定表你们留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祝你们相爱相杀，百年好合，互相折磨到白头，伤心流血不放手。我操！哎，晚上来我家煲汤。分配下任务啊，男生叠糖盒，女生放糖和系丝带，我负责贴封口胶。开始吧。哦，我有问题，是打蝴蝶结还是打外科结呀？可拉倒吧，还打外科结？我看你脑子有结。蝴蝶结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再不开始，糖都快吃完了。钟震，我干什么？你走开。嘿，长本事了你。我老大说了，不许让你干活。发现一次打我一顿，你快走吧，不要断送了我大好的前程啊！去。你在解习题吗？嗯，怎么了？他们把我赶过来了，什么都不让我干。新娘到底是负责什么的？大概是混吃代驾吧。萧子渊，随意夫妇，好耳熟啊！我跟你说过的，表哥表嫂，他俩结婚的时候喜糖还是我包的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那个新娘在婚礼上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对啊，有几个女孩能在婚礼上忍住不哭呢？那肯定是因为太开心了才会哭的。那你呢？你也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吧？我才不会呢！怎么又香又甜的？偷吃糖了。你吃吧，我去帮你偷一个。我就吃你这个就行。